淮河下游有一片水荡地区，地洼多涝。土地改革之后，农民都分得了土地，但一时还不能改变农业生产低落的状况。本片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初春，第一期治淮工程完成之后。又不收，这日子怎么过呢？不行了，这合作社不收胡包，大大小小的日子怎么过呀？这青花不接的时候，你说吃什么了？张连宽，胡包席子不收了。哎，好，来帮我把猪圈修一修。二两圆炮，嗨，喝酒都喝穷了，别哭穷了吧。哎，听说合作社不收土包席子，咱们干嘛不打打这个主意啊？哎，这是投机。今天谁家要老秧？老秧的多了。今天谭有才到集镇上去，就是去打听这个的。哎，这个买卖能做呀。砖墙修好了。好，来喝口酒吧。不喝。怎么样？今天的鱼打得多不多？别提了，成天弄几条猫鱼，蒲包席子又没收出。你的那笔钱，嗨，连坤呐，我那笔钱你别放在心上。要是眼面前过不下去，我再借几个钱给你。你们家人口多，总不能够把嘴堵起来。
了吧。好，明后天跟我出去跑趟生意，叫巧英到我家去帮几天忙。哎，这钱我一时可还不起啊。哎，你就先别提还不还的事了，你回去安排安排吧。明后天我们就走。这样下去不出一年呐，啊，压在你手里的土地证就要过到你的户上来了。嗨，那还不是张空地账，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？说得好听。哎，他又才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嗯，结实了。他妈的，上岸来一脚踩到水塘里去了。这几天蒲包不收，你又老往镇上跑，有人提意见了，算当了生产委员合作社理事呢，净忙自己事。算了，当什么委员理事都辞了去。你看你这脾气，儿子在家你还说他脾气不好呢，我看你跟他的脾气都是一个模模里捏出来的。这么气鼓鼓的干嘛？准是没定着偶像。这有才哥。是你啊，你上镇上去了？哎，是订狗牙去了吗？哎，村上有几家要买呀，我是生产委员嘛，要给大家操操心。对，翻改藕田这可是发展生产，藕田的利息大，去年呢我一亩田就收了800多斤。知道。哎，这有才哥啊，我说你干嘛不翻这几亩呢？我们翻也想翻呢，你要是翻的话我准帮忙。我看你们家劳动力强，要翻呢干脆就多翻这几亩。多翻？我家只有一亩半当田。我说有才哥，哎，现在啊有个好当口。什么当口啊？连坤家断了粮了，托我替他卖出去。连坤家要卖田了？是啊，土地证交给我，我就得给他想办法。他这块田呢我熟悉，在解放以前是我家的。要翻的话准比我那块还肥，我看你把它买下来吧。哎，田是好田呐。嗯，可是还这不是你要买它的，你不买它也得卖给别人的。二亩五分当田的才要7担半稻。哎，连坤呢实在是给逼急了，又买田又买藕秧，我哪有这么多钱呢？
有才哥，你别太老实了。你不是供销合作社理事吗？干嘛你不能向社里借一点呢？别人都能借到，哎，你就借不到了。先不谈这个吧，啊，我让你有办法，那你就给办办吧。好吧。那么全村要多少呢？全村大概能销个七八十担吧。啊，行啊，行啊。他这块田呢，你还是合计合计吧。你要是要的话，先付他一半钱。陆家正等着钱开火仓呢。再谈吧，再谈再谈。爹，啊，妈，陈明来信了，他们明天就要回来了。哦，那长根呢？他也一块回来。嗯，回来了，好了。说那个事儿，我看肯定能行。
陈林哥立了二等功啊，邓志波奖了他一面旗子，还一部大古机呢。有利，你这闲啊。陈林，大叔啊，回来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长根呢？啊，来了。长根，你怎么没得免旗子？哎，差一点我也得了呀。就是差一点。我们在治怀的时候送的。哦，送的，送给我们村长的。哎，小孩手别来手啊！这个心思，我拿手拿开。这个手，这是啊是啊。村里人早盼你回来了。秀才大叔，合作社闹起来了。啊，不什么吵？哎，合作社不收蒲包，能敌人家？是不是逼他？这个时候不收包怎么办？那你们去走，就有办法了。花儿，村长回来了。哎，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好。哦，村长来了。哎，收下，你收下呀。王主任，你不想来啊？哎哎哎，你们倒是退出代表了，简直是一颗黄蜂。你先收下再说吧。主任，春林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怎么办吧。村长回来了，春林回来了，想想办法吧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成群结队的逼着我收蒲包。王主任，你真的是收不行了，当时收不行了。春林，我们就靠两只手编几张席子过活的，这会儿席子又不收了，这叫着我们怎么活呢？是啊，不收下我们日子。你们先不要嚷嚷。老王啊，为什么不收蒲包啊？蒲包销不出去，我没那么多的流动资金往外垫呢。销不出去，应该想办法呀。你不知道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吗？你这样做有没有通过理事会啊？没有，可是理事会一定会同意的，我这是对社负责呀。你是主任，我们是社员，你眼看着大伙饿死，你对社负个屁的责。哎，你这话对我说不着。王主任，你这样不能解决问题。收下破败吧，主任。那等支书回来再说吧。支书不在家吗？嗯。那么乡长总在家吧？他是社里的监事，我们一块儿找他去。收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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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莲，哎，你家稻田太少了，要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往后会多起来的，大叔。往后？嗯。哎，这回回来，生产上有没有个谱啊？谱还没有啊。不过我看呢，我们就这样靠着当里的草，连面蒲包席子，咱们的穷日子永远也过不完呢。是啊，这不是个长远的办法。你，我想把当田翻一翻。对呀、啊，你想的跟我一样啊。你也想翻？哎，翻了。孔本源去年一亩田就出了800多斤藕啊。是田、啊、种藕本钱大，我们没那样翻。是啊，种藕本钱是大，可是利得的多。对啊，那没有几家能翻得起。这叫什么话呢？哎，
村里，你说呢？我说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只要人手多，牌楼能过河。要是把这片水荡都改成稻田，怎么样？改稻田？嗯。大叔，你看怎么样？就怕办不到啊。为什么？事情都像嘴说的这么容易？那有什么难的？我不信，这片水荡比淮河还难治啊！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。南湾村是个什么地方？你知道？南湾村就一辈子落后。孩子家，别多嘴。他现在是大人，不是孩子了。嗨，说这些梦腾话的都是孩子。春林哥说的都是实在话，你们好好听嘛。你给我回去。哎呀，大叔，大叔，快50岁的人了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女儿过门还没一年呢，春林今天刚从河工上回来，你怎么能在人家家里就发起老脾气来了？又是怪我不好了。女婿是个半子，我是把当自家人看待的，我还不是指望他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吗？我找他去谈谈，就是劝他翻起亩藕田呢。藕秧我还能替他想点办法呢。那不挺好吗？可是我们这位女婿官人呢，他在做春梦啊。想把这片草荡都改成稻田，他怎么想起这个来的？是啊，哎，阳关大道他不走啊，他偏走窟窿桥嘛。还有人呢，想跟着他走呢。你爹就是脾气大点，话可是说得不错呀，这哪能种稻子呢？你去劝劝春林去啊。不能种稻就是为了有水呗，如今淮河治好了，洪水冲不过来，肯定能种。能种？不能还还价吗？嗨，有才哥，像这种便宜货他要不是等钱用，他是不会卖的。再说句小气话，我这个做中人的还没问你要个小费呢。哎，才20万呢。嘿，先交这个数。你多付一点不是一样吗？你这点钱给他还债还不够呢。你至少付一半钱吧。一共是30万。好。啊。给我凭据。啊？要凭据干嘛？咦，那土地正在我这儿，等你付清了钱，我就交给你。丢钱是买主。你付了定钱，你就是买主了嘛。哎，哎，这个来酒啊。好。还有30万几时付啊？向合作社借到钱就给你啊。好。有才哥，你买田进财要请客了啊。
你这次添了钱，偶样要加多了，不是六担，是十六担。哎，我只能一步步的来啊。四亩田呢，分两年来翻。你可真是穿钉鞋杵拐棍走得稳步啊。好，明天我就跟姓陆的进城去办偶样去。这回买田让我帮了你个忙，等偶样办了你也给我帮个忙，要在生产会上多给我说说好话。哎，偶样的价钱不要定太高啊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来来，邮寄给我。怎么，小裤子发烧了？家里，他想的主意可真好。要是这片水稻能翻成稻田，那我们家七亩五分稻田就能改成七亩五分稻田了。一亩蒲草顶多才花六十来斤呢，可一亩稻田少说也能收四五百斤呢。早起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？啊，睡不着啊。怎么，蒲草湿了？是啊，把它晒晒太阳。要是当天翻掉了，往后蒲草就少了。妈，要是把当天改掉，你赞成吗？要是翻成了，那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不过啊，我打七岁起就编蒲包，我是在蒲草堆里长大的，听说要翻，我还真舍不得他了。妈，我放鸭去了。你在河工厂的时候，娘常念叨着等你回来了再吃老鸭给你吃。哦，可你回来了他又不提了，有点舍不得了。过几天偷偷的宰一只。这馋嘴。四个月回来了，瞧瞧什么都是新鲜的。春林，
淮工地上，我们有一天呢，不再想着我们家乡这片水荡了。淮河治好了，高堡湖有一半能变成集体农庄，为什么我们这片水荡就不能改成稻田呢？我说能。翠莲呐，要是这片水荡都长满了稻子，那南湾村就不是老样子了。这不是开玩笑，就开玩笑啊！你看这红原高武将就靠不住，纵我为本钱改稻田，我不信。反正南湾村的人都是穷命，对的。人再能干，熬不过天意。这个当是天鹅洗澡的地方。笑了吧，笑了吧，怎么不笑嘛？这不是天意，也不是什么穷命。早先呢，这里也都是庄稼田呢。我想有人还记得吧？那年淮河出豁子，反动政府一看见运河的水涨起来，他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就在运河东堤开了口子。这样洪水冲过来，我们这里的庄稼田呢，才变成水荡的。可如今呢？淮河治好了，洪水再也冲不过来了，这片水荡啊也该翻个身了。只要大家出力框个围子把水排出去，这不就是换了块地了？南湾村地洼，框不住围子水会冲倒的。我也是这么看法，围子啊框不住的，这是老眼光，洪水冲不过来，围子不会倒。对，不会倒，不会倒啊，不会倒啊。哎，倒下来你们哪个挑得起这个担子啊？不会倒，我老眼光见识比你们多，当来的泥啊就框不起这围子。这是我从荡里挖来的，这样的泥土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哎，我再提醒你们啊，框这么大围子要费多少人工啊？啊！再说，有的人家坐一天吃一天了，你叫他们饿着肚子去框围子？大叔，操办一桩事不会没有困难吗？竟怕困难，什么事也办不成呢？靠领导支持，靠群众想办法，总可以克服的。这是句空话，不是空话。我说，请县里借一笔钱给我们，我们一口气把围子框好。稻田改成了那是肯定的。哼，吹大气。谁说我是吹大气啊？淮河上大工程我们也做过来了。哎，你给我少开口啊。在会上你不能叫我不发言呢。你要让他说说嘛。开会嘛，怎么不让他说话呢？你倒批评起老子来了。当然可以批评了。孙子有理还打太公了。大叔，有钱，大叔，长根，你主持一下。好，炒饭了吗？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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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呀，怕开这种会，争得亲不像亲，邻不像邻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变铺包去。真是也想了千条路，原来还是磨豆腐。别琢磨，你这样跑出会场是不好的。我不要听你们那套空话。村里啊，你是我女婿，我指望你过好日子。你家有个打谷机，变卖能够卖个四五十万，就可以买七八担狗粮。你有这个本钱，你干嘛不去翻狗田，偏要让他去矿围呢？你怎么能这样想法呢？不对，眼看着全村的人没吃少穿的，你叫我一个人去过好日子？一个人过好日子
还过不来呢。大家，我不干。爹，叫我干嘛？还要我来吃你的批评？村长，我要帮孔病员出趟门，两三天就回来。出门？我先问你，你家不都是当田吗？怎么在会上就一句话也不说呢？能改得成稻田是好啊，可刚才他们在会上，家人口多，我看我还是先跟他去两天。你要去就去吧。连坤叔，你跟着富农跑要上当的。大叔，你怎么？你的手冰凉。别关。让我关上它。我不要关。我不让你吹风吗？这样我舒坦一点。好，让你吹。怎么了？今儿个会没开好，两边都受气。我知道。他心里烦着呢，你爹的脾气啊也真难弄。他相信众偶就随他的便吧，绑着兔子在树上做窝，白操心。嗯，睡去。翠莲，也早点睡吧，啊！你们看，谁来了？夏支书。春莲睡了，怎么睡这么早啊？他身子不舒坦。不舒坦？哪儿不舒坦？没什么。闹别扭了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会没开好，我们来商量商量。你知道了？刚才有人告诉我了。本来我想明天去找你。上次你说的对啊，治好了淮河，就拔掉了我们身上的穷根子。可是还有人不相信稻田能改成呢。你说台有才、陆连坤他们，我看呢，只有随他们的便，把他们撇开吗？这样做那是你不对喽。我不对？那难道叫我强迫命令去？加强领导难道就是强迫命令吗？该教育的要教育，该帮衬的要帮衬，把他们一些糊涂思想都得纠正过来，不然的话他们会给人引到另外一条路上去的。好啊，你们运道好啊。
一路顺风啊。啊，是啊，等藕阳买回来了，你多翻几亩藕田，你也会一路顺风的。啊，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，可是这桩事动起来，种子、口粮、工具，可都是实际问题啊。你可有办法？这我想到供销合作社借笔钱，先成立一个铁木工小组。供销合作社范围小，解决不了问题哦。这样吧，明儿我上区里去一趟，想想法子。你呢？等王主任从城里回来，去找他谈谈工具的问题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要走了？哎，他现在已经舒坦了，我也该走喽。眼前困难还很多哟，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再在家里闹别扭，翠莲，别让他。王主任从城里回来，你就去找他吧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了总是出难题给我做。这蒲包席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地打开了销路。我们就是为了根本解决南湾村的问题，合作社怎么能不支持帮助呢？大叔，哎，你们翁婿俩一道上镇上来的？孙玲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来要求合作社借笔钱，准备成立一个铁木工小组。哦，想得好啊。有才啊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来，哎，老王，我家要修船，我要借50万块钱呢。借据已经写好了，请你批一批吧。啊，你们翁婿俩都是来借钱的。哎，老王，你弄清楚了，他借钱是成立什么铁木工小组呀？那不是几十万块钱的事儿。我这个种子小啊，不如何帮我忙吧。借钱修船？您那船哪儿要修啊？你管不着。哎，老王，哎，大叔，你要修船呢，就交给铁木工小组修好了。你的铁木工小组在哪儿啊？我老实的跟你说，我是合作社理事，我就反对成立什么铁木工小组啊。大叔，你是理事，那就应该懂得供销合作社，要为农业生产服务。你懂不懂？这个合作社成立不容易，刚扎下根儿，可不能给你们这些活猴子去拖垮它。那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合作社也有我一份，我怎么能存心把它拖垮呢？嗯，再说吧，支书同意我来的。支书还有上级，我说了，区里边不会冒冒失失批准你们改稻田的。啊，区里头既然不准放改稻田，还成立什么铁木工小组呢？再说社里头也没这么多钱呢。听见没有？老王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你给批。王主任，你凭什么抢我的借据？你问合作社借钱要通过村长。哼，你别当你自己了不起啊，我偏不通过你，你看我能不能借到钱呢？借据给我。不，我知道你家的船用不着修，我不通过。你当真的要找我的麻烦？大叔，我这样做是对的。好啊，你啊，你给不给？哎，你有话好说。你给不给？有话我不要说。人家不给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支书，支书，你快看，支书。
什么事啊？我呀，刚从城里回来，他们俩呀就一前一后的来了，一个要借钱呢成立什么铁木工小组，一个要借钱修理船。里边谈吧。哎，他不是为了修船。怎么能吵起来呢？铁木工小组成立起来，还怕不修你的船？他反对成立铁木工小组。既要修船，为什么又反对成立铁木工小组呢？哎，支书啊，我先问你啊，改稻田，区里同意了没有？区支书早就指点我们，要我们多想法子增产粮食，支援国家工业建设。这次听说南湾村把荡田改稻田，他不但同意，还亲自到县里去请求贷款，帮助我们解决种子耕牛问题呢。铁木工小组立刻成立起来。哎，老王，你准备拿出多少钱来啊？从信贷项下拨借300万吧。不够吧？再加50万，可不能再添喽。好吧，有才，借据你收的，要是修船，准叫铁木工小组第一个修你的。来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怎么还搞不通啊？有什么搞不通的？无论怎么说，种藕是不解决问题的。再说你盲目的种藕，销不出去怎么办？他刚把荡田改稻田，多产粮食，你说我们能不支持他吗？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，举吧。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，多次通过。刘才哥，你看看这货色不错。嗯，是。好，回头啊，就挑你家里去。哎，慢点吧。怎么会就变了主意了呢？我说有才哥，你真不该在会上举手。嗨，事情给他们轰开了，我不举手能叫他们不搞？我不管啊，回头啊，我要还是跳你家里去。哎，你别着急嘛，过两天再说。对，先看看风头，你看他们轰得多热闹，过不了几天会冷下去的。Thank you.
开床铺了，他们就是不出来。再瞧。梁宽蛋，你还想空着肚子跟他们泡下去吗？你看现在还有多少人上围子了？围子修不成的，你别上他们当了。有才啊！啊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帮什么忙？借我点粮食。你要借粮？我现在哪有粮啊，快干吧。你叠不上了，快呀、啊、你不够用了，快呀、啊、连魁叔。全部的工程要8000多工，我们只150劳动力。如果你不出劲干，50个青天弯不了弓，就难继上春耕了。梁魁叔，长干，要如期完工，你一个人赌气耍边劲就行了。梁魁，梁魁，出来逛围子，家里又没得吃，小伙子烧的只剩火，你也不管。放了他，娘答应了，来给你吃。妈，你早点给我吃就好了。怎么吃了？要赶快接济困难户啊！翠莲，你吃过饭呢？把我们家鸭子拿到镇上去卖掉。这个时候卖老鸭要吃亏的。吃亏也没办法呀。连坤家断了粮，吃了几天野菜了。哦，小扣子又在生病。那生蛋的鸭子我要留下来，你看这个蛋多大，今儿生的。妈，还是都卖掉吧。得收了稻子，你愿意养多少鸭就养多少鸭。靠两只手编几张席子，保不了5个肚子。小扣子又病了几天了，也没办法找个医生看一看。
长庚，他不能去做工，就是为了不受穷罪，我们才矿轨改稻田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没办法上回去。连坤叔，你不要发火，我不是来逼你上工的。刚才我们开过一个会，商量互助互济的事儿，我是了解情况的。了解什么情况？那就揭不开锅了。长庚，你看看你们家能不能匀出点粮食来。你以为他爹还是过去的谭有才啊？哼，就是饿死累不问的劲。你怎么能这样看我爹呢？算了，你不要在这了解情况了，还去了解了解你爹吧。长庚，长庚，我爹的心情也太坏了，你别生他的气啊。我没生他的气，我回去了。动你爹把粮食借出来。你爹在家吗？不在。哎哎，开开。谁呀？把门开开。家孩子病还没好啊？还没呢，坐吧。哎呀，那怎么不找个医生看看呢？哎，前回我借给连坤那个钱呢？早用完了。哦。哎，那好吧。我田里正要人干活，出10000块钱一工。我看，你们来吧。啊，跟你上趟城，一个钱也没拿着，你是汤锅里乌鸦，只露一张嘴。嘿，你这叫什么话？进趟城我供你伙食也不算亏待你。好好，钱话先不提了。这次你们下田呢，我准付现钱，天天付，日日清。我们都不去。别说了。依我说，还是去吧。矿位不能少人，爹不能去。我在妇女会上已经报名参加车水了，我也不能去。你们两个都到围上去，那一家人吃什么呢？啊？喝什么？村上正要互助互济呢。光听说互，什么时候才能互起来？对了，互助互济，谁肯把粮食往水里抛啊？啊？你是真的给现钱？村长，你在这儿？是。哎，我是来看看他们的。你胡说！为什么见了我就要走呢？他来干什么的？叫我们到他田里去干活呢。到你田里去干活？是。我是看他没吃的，我才来雇他的。哦。这么说。你是照顾他了，说的倒好听呢，你这是个圈套，等人家脖子让你套住了，你的绳子就越抽越紧。我爹在世的时候给地主当雇工，也给你当雇工啊，受你的苦还少吗？啊，你现在还想套住连坤树一家子，让他们受你的摆布？这早先的事还提他干什么呢？
现在我不是这样的，我出一万块钱一工，付现钱。出一万一工？哼，孔炳元，你是来挖我们的人。哎，我说村长啊，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我雇人到田里干活，这也是响应政府号召，做好春耕准备啊。你明知道连坤叔在矿围子，还叫他到你田里去，你这不是挖人是什么？哎，我雇他，他愿意去，这个叫挖人吗？我早跟你说了不去嘛，乔英。好，你问问你爹，他愿不愿意去。这个连坤，你说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怎么能收你的？弟弟，弟弟，有米给你煮粥吃了。嗯，吃米粥。这儿还有几个钱，给小扣子看病吧。我你们家也不宽了，十天来大家团在一起，还不是跟你家人一样吗？拿着吧。这样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想到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？刚才王二堂老头他们来过了。啊，怎么样了？说村上的互助互济就有个名儿，连我爹都不肯借粮，更别说人家了。这个拿去卖了，换点粮吧。反正我现在也不带。村里的困难户不止一家呀。
我们找你爹谈谈去。这会儿？睡了。坐啊。坐。哦，翠莲啊，坐呀。听说了吗？村上的困难户都借不到粮。哦，是啊，借不到啊，大家都困难了。哎，我们家的情况也不瞒你说，哎，瞧，坛子都已经见了底儿了呀。啊，是啊。爹的话是真的。嗨，我跟你还说假话？你连你爹的话都不信呐？我们家有多的粮食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哪有多的粮食？粮食你们藏起来了？啊？藏起来了？他混账啊！什么时候藏起来了？藏在哪儿啊？你们看，你们生的灰。为什么在房间里干什么来？我们打扫房间的，我们啊，常干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我是劝过爹的，让他借出一点来，就是不肯。我拿什么东西借啊？爹，你怎么真的这样落后啊？妈了个兔崽子，我落后了！爹，你不能打他，有话好说嘛。你把钥匙藏在床底下，常干，你别说了。我们都是穷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没吃的苦处我们都尝过。大叔不会把粮藏起来的。是。大叔啊，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你。你要能借互助互济就搞开了。嗨，村上有一号人，明明别的地方想到了法子，他还故意嚷着要借粮啊。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会有吧？啊，陆连坤就是这号人了。陆连坤家有困难，一点也不假。
你他妈跟乔云迷昏了头了你！他电视没什么吃亏，看见了。哎，强哥，你进去，翠莲。大叔，大叔，你不借给陆连坤，就借给别人吧。啊，要是怕没还的，我来担保。哎，不，爹，你说一句，能借多少？嗨，软腿的不能被人过河吧？啊，我拿什么东西借给人家呢？真是的。妈，您做主借点出来吧。我。有才，那就拿。拿什么东西借给人家？我做不来这个主呢。陈琳，我们走吧。大叔，大叔啊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说话你不会见怪。你还记得在反动派的时候，你病在床上不能动，全家连野菜都吃不上，可大伙儿凑了粮帮助了你。在土改的时候，你高举着土地证，流着眼泪跟大家说呀，是穷兄弟们救活了我，才叫我谭有才能看到今天的好日子。这才两三年的光景，好日子才开头啊，这些事情难道你就不记得了吗？现在正是大伙儿有困难的时候，可是你也想想过去，比比现在吧。大叔，你怎么就敌人费了多大劲儿，一颗粮也没借出来。让他想想，你先回去睡吧，我到支书家去一趟。爹叫长根送来的。啊，这样互助互济就能搞开了。现在就是怎么来解决根牛和种子了。大爷，大爷，大哥，哎呀，多年也没见过了。真是好种子，这是四号粮种。哦，哎，支书，春林，这是支书，这都是政府借给我们的，跟牛贷款也拨下来了。上级党和政府没有一天不再关心我们的围剿，今天耕牛贷款已经拨下来了，
又借给我们这么好的种子，现在可就看你们喽。当然了，那还能不好好的干吗？可有人说，要想在这一片水汪汪的草荡里种稻子是笑话，你们说呢？嗯，我说行啊。林坤，等秋天我可来吃你们家做的新米糕啊。好啊。别看了，快搬进去吧。搬。连坤叔，今天怎么这样高兴啊？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，快搬吧，搬完了上围子去。连坤叔，我来吧。不，我来。哎哎，你看连坤劲头上来了。来，看起来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有想到贷款和种子这么快就拨下来了。向伟说，你们就是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，可你们要不能够真正给群众解决问题，别看贫农也一样会埋怨我们，跟富农往岔道上走。是啊，连坤叔就差点让彭炳元给套住了脖子。可不是，好好干吧。县委还让我们好好考虑考虑，等围子框起来就赶紧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就成立合作社？怎么这么大一片稻田都改成了，你不把群众组织起来单干还行啊？我们要赶上他们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有才啊！你怎么掉起田鸡来了？赶不上了。连坤啊，你来。我想啊，过两天我们找个地方来谈一谈。谈谈？哎，哼，这一阵子你跟以前不同了，一股积极劲儿不小啊。啊？从前呢，我的眼睛就看到鼻子跟前，对改稻田没信心呢，手里拿着锹，可心里想着呢是家里没粮食。就打春林那天晚上到我家里来。村林到你家去干什么？他借过我粮食，还借钱给我孩子看病。他还说我们的眼睛得看得远一点。但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可真是明白多了。村林不借给你们家粮，你们家真的没吃的了。你问这干什么？我没吃的还会装假吗？哎，连坤啊，孔炳元没给你钱啊？钱呢？30万呢？什么？30万？咦，你不是要卖当天吗？这话哪来的？你说呀，不要钱的，连影子也没有啊！啊？你们还要酒吗？不要。孔明，哎，你耍的什么把戏啊？啊啊！我受你的骗了。嗨，你能受谁的骗呢？哼，三对六骗都在这儿了。连坤他没有卖田呢，你怎么收我30万呢？
啊，别发毛嘛，听我慢慢说呀。来来来，先喝口酒。看你多小气。你说我骗你，我可没骗，我的钱呢、啊、早就付给连坤了。这连坤呢，你借了我三担股，一担还一担五，两年是675斤，再加上前个月借给你半担，那一共欠我是735斤，按照市价算就60万差不多了。什么？你这个账是怎么算的？我欠了你60万了。啊？这还能是假的吗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合起来坑我一个。嗨，这麦田嘛，总是有点难过的。我早就想跟你谈了，我没敢开口。就是你们既然谈开了呢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这个钱呢是不会跟你拖下去的，你除了把田卖出来还有什么法子想啊？我不卖啊。不卖可以还钱来。等我收了到了就还。那不行。哎，现在是人民政府啊，还能够逼债呢。啊，可是你生产委员还要买田呢。那是你逗我的呀。我逗你？你自己不要，我能逗你吗？有才啊，你从前让地主逼得卖了田，可现在你对我欠了人家钱，你不卖田拿什么还呢？春林带着我们把围子都狂起来了，我还卖田？我让一家大小白天黑夜去卖命，就是作死了也不卖田。这个就先留你那儿。我不要了，30万股权还我，还我。行啊，回头我挑6担老羊给你。我不要，把钱还我。你怎么说话就不算话呀？我不再上你当了。别逼得太凶了，闹开了大家都不好看。你别相信稻田就能够改得成。回去吧。下雨，这儿淋不着。哎，我送你那卡子。你干嘛不掐进来？我怕人家笑话。怕什么？
爹。什么谈好了？哎，刚才说的呀，今天晚上我爹找你爹喝老酒，你猜他们会谈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两个的事儿，肯定。又是个肯定。强强，等秋后暑假到了，我们就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说呀。你赶快带几个民兵，我们快上回去看看。好，快。谁在里边啊？是我。快走，上回去。
保住伟子。嗯。是乔罗，我到崔莲姐家去看看。乔罗，哦，大概是围子塌了吧。去叫他们来，我先去看看去。好，我去。不要管我，赶快上围去。快去嘛！你先送春丽哥回去。哎，长根呢？我们的围子有一丈宽。为什么就塌得这么快呢？他妈的，我去查一查。走。怎么的？像个落汤鸡啊！快点，我拿点干衣服来。你从哪儿来呀？对了，别问了，去拿点衣服去。去啊！不，快！哎，你听见刚才的锣声没有？锣声？什么锣声啊？别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干什么去了？我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哪儿没去啊？大风把朱砖墙给吹倒了，我去修去了。不，我看见你不是从朱砖那边来的。那你看错人了。我没看错。你给我见村长去。走啊！滚！干什么？哎，有话明天再说嘛。你上哪儿去？你疯了吧？你干什么？你走开！还能长点葡萄度度命啊！不是会好，连五个也没有了，是我们得饿死。你们吵什么呢？围子已经塌了，竟让了有什么用呢？对呀、早先我就说过了，南湾村地洼扛不住围子的。是啊，村里他还骂我老眼光呢。谢公，对了，谢公，不能谢公，不行怎么办呢？不能谢公啊！你躺着吧，不能谢。春林啊，春林，出了这么大祸的了，你要再不回头的话，那你不是跟大家过不去吗？赵天没有错，不能谢公大叔。你不谢，我要谢。现在答应我还来得及呢。大叔，哎，我们先别谈谢公，大家想想看，围子到底为什么会塌？为什么？比如说啊，这段围子做的不结实。还有，哎，长根回来了。夏叔，夏叔，注意左邻右舍，你们都在这儿了。我孔炳元，解放以前靠博学过日子，可是解放以后，我很觉悟了，我总想规规矩矩的做个人。喏，我还献了十几亩田，交公粮，我哪回不是跑在前边？前个月我替大家订狗粮回来，听说你们要框围子，我鼻子一捏，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再说下去，想不到这阵风雨，
把围子给吹塌了。你们队长的鹰说是我破的围子，你们看这一口咬得多凶啊，请诸位给我说句公道话吧，我孔炳元我是不是这种人？我吊死三哥啊，别冒失了，你抓到证据没有啊？我查明白了呀，打雷的时候他中间拿一把铁锹出去，好久好久没回家。你凭着这点就说是我破的围的吗？我早说过拿铁锹是用猪圈去的。别信他的话，我看见他是从河边上过来的。哎呦，我要是撒谎天打雷劈，我是去修猪圈去的。瞧瞧，这谁的枪？曾长找到的，在他吊的围子旁边。谁下的人？是谁的敲？谁的敲？我知道是谁的敲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把枪是他的。打人呐！抓起来，抓住他！这是他的枪，抓住他！快点，好了，打人呐！这只混蛋是破坏的，当年陈林他爹受尽他的苦，如今他又来祸害我们大家了，是该死的东西啊！你还想赖？我用这把锹给你帮过多少工啊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别过去！围子哪是水冲倒的？都是他！我们还闹什么歇工呢？你们看，有才还支嚷嚷，说是围子是风雨给摧垮的呢。真是跟孔美元一大一档的，这么想的道理？他破围子，你们要歇工不干了。你这话好像说我跟他合谋。我不是说你们跟他合谋破围，我是说你们的思想已经跟他合成伙了。我真该死的，我受他的指引了。呸！你别说了，生产委员，说出来了你女婿都没面子。什么？你不要说，我说我反对匡伟，我只图自己发财，我不顾别人死活呀。我到过合作社去骗过贷款的，我要买梁坤的两亩五分当天的。哎，这都是到手台，
愁什么？这么多刀子呀，我们哪有这么许多东西装的啊？这还多，那将来到了集体农庄怎么办啊？好。